罗吗？第八节还用讲到，但系上帝献出一个爱本隆重全家的啥？透过耶稣基督赐本全家，帮全家很有慈悲的牧人。那一个圣经讲全家很有慈悲时，上帝都来到世间，赐本全家面对，来杀相信之山，得到一个原谅罪。因为在罗马书五节九节用讲到，全家惊吓啊，透过上帝耶稣基督赐出十字架。但是我想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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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面想要的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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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要的是飘天得到最好的福气，飘天得救，飘天得到救救的生命。那谦卑来到上帝耶稣基督面前，打开心，信任你，打开口，信任你。